菜味道，没吃过，我二三十个粉丝全没吃过。水费带热水钱15块钱一个人，不带热水钱10块钱一个人，每一间房子都有电表，都连电表，你用好多每个月你都给我好多就行了。你不像你我们哪家电房子都是一块五，你做厨师连这的都没收，都这样子收。我不是我家一家人这样子收，我买便宜的电费都这样子收。